这儿，跳吧，老太太。老狗都不愿意下台阶儿，为什么？人叫髌骨。哎呦，这边好走。来，嘿，哎，破孩子，你不是喜欢走前面吗？爹带路，嘿，踩爹脚了，走，爹走了，嘿。那时候照相不叫照相，说叫摄影。什么叫摄影呢？说就是风光。说什么是风光呢？就是晚风中，夕阳降落前，微风吹动着树叶上边的露珠。就叫风光摄影。我老觉得特扯淡，我觉得摄影就是光照不到的地方，光照得到的地方底下没影子。还有说鬼是没影子的，说谁家生一小孩，是他们家男的晚上老一鬼怀着鬼胎，把那小孩搁胎顶上走走，你看就有一半影子。为什么一半呢？他爸是人，他妈是鬼，所以鬼胎。走，这边，对，这边。嘿，那孩子，这边，来，快，你要拉臭啊，拉臭前面拉去，快，爹走了。嘿，那孩子，这孩子被我训练的永远当第一。我儿子都不是，我儿子小时候老习惯当最后，为什么呢？他为人善良，不是北海太守孔融吗？融思虽能让梨，他把什么全让别人。那时候他在深安二小还当过班长呢，结果最后把什么全让了，总习惯走在最后。我养的狗不是，我养的狗跟我似的，永远爬第一。
79年80年的时候 ，P 大200号就在昌平虎峪沟。虎峪沟是两条沟，一个叫大虎峪，一个叫小虎峪，两条沟。P 大在那儿种树，年一年种。我不记得是20升还是40升的一个那个白塑料水桶，用背标袋搬拴着，背在后背上。每次爬到最远那山上的都是我，我是第一。谁第二呢？张琴书。后来 P 大毕业分到山东省委党校教党史吧。第三个就是王青松。昨天搜狐的一个女的没完没了给我打电话，找我要王青松地址。王青松那地址是在河北省跟密云县交界的一个地儿。我只有我的那个坏了那个嘎敏那个汽车的定位 GPS 上头有那个坐标，没地址。那是一荒山沟，只有坐标。嗯，那坐标呢，王青松都好奇说你怎么能找到我那儿，因为我一直用嘎敏的 GPS。 走走，又不想走了，破孩子，你看这个一吹就会飞啊，那是蒲公英。前面有水。嘿，破孩子，我现在我这狗我发口令都没用，它老了走不动，但我只要往前走它就会来追我，追我并超过我，因为它从小受的训练不能有人走在它前面。嘿，破孩子，走不动了吧，快快，聊斋里边有好多狐的儿子，狐的儿子多，也有蛇呀、蜜蜂之类什么的儿子，鬼的儿子也有，鬼的儿子就没影。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俩走正前方就有我们的影子，一看影子我又想起来，刚才要说摄影，摄影，摄影就是摄这个影子。如果说没有影子，一片光明拿闪光灯一扑，那就不叫摄影了。摄影甚至说就是拍那阴暗面儿，也不是纯阴暗面，就是光明跟阴暗的交界处。最典型的是比罗伯特卡帕受伤多，比罗伯特卡帕晚死的 W 尤金史密斯的话。前面有水，孩子孩子再跑几步，跑几步，这这，你看这个开山放炮弄房地产的，已经把深山全给破坏了。来，这儿有水，让他走到这儿，他四个爪子在那个，来来来，躲开这儿，这儿打眼放炮的，一会儿扎着你，炸药，恐怖活动。他说他拍的水俣的时候，水俣就是日本佐世保啊，汞中毒，那时候日本发展工业不注意环保，他去拍，那会儿他在日本。二次大战后好多战地记者都在日本，那时候占领军，另外呢都跟日本女的同居，战卖国的女的嘛，
就供那些战胜国的人享受。尤金史密斯也是，他去拍一个渔民，渔民家的女儿汞中毒，就是水俣，日本不让拍，黑社会来打他。把他打一半死，打一半死他还拍。其实早在他拍这个日本污染之前，他拍美国污染，他拍的是匹兹堡，匹兹堡是美国的钢城，他就拍那个美国匹兹堡炼钢的那污染。所以这是尤金史密斯、罗伯特卡巴这类人，打仗的时候还是安全的战地记者，因为打仗有战争法。你只要身上有明显标识，你是记者，人家就不弄你了。和平时期不是，和平时期到处都是恶势力，万恶的帝国主义，万恶的资本主义，啊，资本主义勾结权力，使劲的贪污腐败，欺压人民。这时候你再去拍这种照片的时候，那些资本势力也会扼杀你。那些权力也会扼杀你。我说的是美帝苏修的，更重要的是你的上司，就是你那新闻单位的上司，溜须拍马往上爬，他更要扼杀你，因为你直接影响了他升迁。闻啥呢，孩子？这好吧？这好吧？闻到狐狸味了，骚狐狸。好像蒲松龄跟我似的，比较喜欢狐狸，黄鼠狼也行。黄鼠狼老说骚狐狸，骚狐狸，其实黄鼠狼更骚，啊，蒲松龄喜欢，可能就喜欢骚的，骚这个气味啊，是介于香跟臭之间的混合物，你看有一个法国电影就讲那个香水，那香水最后得是美人的尸体弄出来的，我不记得电影叫什么电影了。我一出来就出虚汗，所以老跟从水里边都跟成刚黑修回来似的，满身都是汗，每个汗毛孔都滴着罪恶的汗。我闺女带我走到天尽头，我闺女老坏我好事，一有狐狸她就给赶跑了，一有黄鼠狼也给赶跑了。猪八戒有言叫破人亲事如杀父，基督教好像也是，是吧？那女的是男的靠近心脏的这根肋骨变的。嘿，大山好吧，孩子，现在小孩啊都不知道累，因为就没爬过山，不知道恐怖，因为一直在他妈和保安的魔爪下，不知道什么叫热，因为有空调，不知道什么冷，身上已经不是穿羽绒衣了，都是穿什么加拿大鹅了，武装到牙齿，自己去玩，找个地儿拉臭屎，爹歇会儿，去吧，去吧，爹不说，去吧，你自己找个地儿拉臭屎，别拉路上，一会儿爹踩了，真乖。那个 W 尤金史密斯拍水俣的时候，他就说，我把我的身体引到墙壁里，他当时用的是一个莱卡，大概是莱卡 M4 吧，还是 M4P。 为什么当时用那个呢？因为当时莱卡 M 系列是体积最小的相机，这是第一。第二是基线最长的相机，我这个眼睛到这个眼睛之间这个距离叫基线，所以一直到现在莱卡类相机叫基线测距，就是这条线，根据这条线调黄点儿，就是正弦曲线，靠这个夹角计算出来，所以叫基线测距。这个基线越长，那个鲁迅小说有个眉间尺，就说这两个眼睛之间能放一尺啊，那就是基线长，那个就比对眼儿俩眼睛长这儿长一块儿的人啊测距比较准。所以你看那个炮兵的那个炮堆镜，
是分出来的两个叉，哎，两个叉，分的那两个叉越开的越大的越准啊，有一米的跑对镜，就这两基线一米，有五米的，还有十米的啊，高射炮那可能就得十米。嗯，我见过的长域有的就是人随身能肩合的，就是一米的，一米的。最早莱卡就是替普鲁士，普鲁士是最反动的德国的一个州啊，一个邦啊，一个 state， 东普鲁士就替东普鲁士造炮对镜的啊。以后把炮对镜的原理移到照相机上，就是最早的莱卡相机。所以现在最常用的不仅莱卡相机，就现在的所有的数码相机都是基线测距旁轴取景相机。只不过有了数码技术，它就不是旁轴了，直接产生一个电子屏幕，形成一个新的形象。正因为如此，以后单镜头反光都没必要了，因为单镜头反光那一大套复杂的光学物理机械的东西全被电子元件一块小芯片取代了。但摄影还是摄影，风光还是按他们说的，就是黄昏晚风中，雨后啊，微风吹过树叶顶端啊，那个颤抖的泪珠露珠啊，玛丽莲梦露那露珠，我认为摄影啊还是新闻摄影。因为新闻摄影一次一镜到底不剪辑，35毫米不剪裁，它是不更动的。第一，它有新闻价值，它拍的是真的，是不经过 Photoshop 了。凡是经过 Photoshop 的那些，都是小狐狸、小骚货，不能当成新闻用，这是第一啊，都是偷税漏税的。这两天啊，网站封杀的那些东西。第二，它没有史学价值，因为它是假的，大家都知道它是假的了，假作真时真亦假，它就是真的也没人信。第三，它没办法当成法庭的呈堂证供，我这个一镜到底不剪辑可以当成法庭的呈堂证供。来来来，乖，爹看见你了，你太远了，来，有狐狸，狐狸，来。